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ソラです。你好，我是中田亨美。嗱，我哋见到咧，游戏入面系真系可以见到冲田亨美小姐噶。得啦。哇哇哇 ！Henry 玩咩玩到有女相伴呢？其实就是《人中之龙六：生命诗篇》，而有最强 body 之称的女优冲田亨利，和在游戏入面担任夜总会公关的台日混血模特儿 Sora， 亦都为游戏来到香港啦。要数《人中之龙》最吸引的，一定要数佢的小游戏啦。玩呢啲游戏，相信会令唔少男人都非常之晒精神啊咧！去夜总会会有公关陪坐倾偈，不过感觉 Sora 就真人靓过上镜啦。但系呢啲只系属于小事，大家最关心嘅应该系去网吧揾女友玩 live chat 啦。睇下 Henry 呢个小毒毒就知啦。先睇下佢同冲田亨利嘅 live chat 咧。嗱，咁見到啦，我哋咧撳啲四個掣咧，就可以代替呢個主角講嘢啦。係，咁到底最後會點咧？我哋咧就大概睇到呢度為止啦。陣間嗰啲尺度去到點咧，就唔知啦。除咗沖田亨利之外，就連近嚟大熱嘅三上由亞都有份啊，夠曬吸引力啦！作為 live chat 角色嘅其中之一，沖田亨利就有啲嘢同玩家講喎。結構私が言いそうなセリフを結構言わせてもらってるので、やっぱりあれですね、醍醐味は脱ぐか脱がない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も、もうチラチラ感がすごいので、秘密といえばやっぱりその腹力の力でいかに私の脱ぎたい気持ちを与えてもらえる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いかがでしょうか。哇，讲到人哋心痒痒咁。讲翻游戏啦，《人中之龙六》一共有两个故事，分别发生喺偏静嘅广岛同埋热闹嘅东京。而今次更加系主角同生一马传说嘅最终章啊！相信唔少粉丝都希望好头好尾咧。